有事有事。五叔，五叔，哎，你咋来了呢？啊，你走走，你跟我走，我给你看一下东西。看啥呀？走走走走，这忙着呢，你。这你给我到了就知道了。啥事儿？你在这儿说不行啊？你跟我走得了。你快快，你等会儿，我把门带上啊。你看看来，你干啥？啥事儿？看看，看看。你气道？往前来，往前来。啊！哎呀，不错。哎，这真不错啊！行不？二娃，你这不容易呀！啊，简直啊，你就是自学成才。我这是退休了，我要在台上啊，这无论如何得给你做一个大个奖状。奖状我就不要了，就凭我现在的技术，爷们儿，你跟我孟太明他能不能录用我？这技术那个丁先生论吧。行，这个回头我再跟你联系联系。你得抓得紧呢，要不我这技术该荒废了。我这技术，哎呀，哪能荒废嘛？你回头我跟你联系联系啊。行，自学成才，行。爷们儿，你给我抓得紧。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那个，麻烦问一下哪块卖手机呀？啊，谢谢啊。走走。先生您好，我随便看一下。你把这个我拿着看看呗。哎，好，稍等。这款手机是300块钱，然后含100块钱的话费，5个月返，1个月返20。啊。然后含手机包的业务，这款手机可以收发彩信，功能不错。这挺好啊。这挺好啊，还不贵啊。啊。价位可以。哎，给我拿下这个。行。拿去，那个300是吧？是300块钱。啊啊！来，你看这是不是挺好啊？啊，这挺好啊。啊，还不太贵啊。可不咋的嘛。你看，现在开始我也买一个。你等会儿，你别着急，过一段去。溜达呢啊，在姑娘家待着挺好呗，挺好。回去我想了一下，我吧还是比你大。就是，你本来就比我大。那我应该管你叫妹妹吧？在家待着郁闷不？说心里话，有点闷。要不，明天我领你出去转转去。你有空啊？我有的是空。好啊，要明天在家等着我来接你。哎，好啊。哎，我走了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听我的，你过一段再买那个还能便宜啊。下月。哎，买回来了啊。哎，买回来了。哎呀，我看看，买回来。这到底好使不好使啊？这玩意儿咋不好使呢？我都试完了。二手的吧，跟我那比差远了，啥破玩意儿！你明白啥呀？二手的吧，我这是牌子，装的吧？还牌子？哎，该你了，讲你的，讲。哎，大家伙都听着啊！以后谁要想打电话，就上我这儿。装的，来，我来，给我先打一个来。我先给我家打一个。喂，小德啊，买手机了？对，买回来了。我挺喜欢。那快把号告诉我，我记一下。小德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啊？我妈在，你就不回来了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就不能请个假吗？这段好像不行，我们这段工期挺紧的。你再等过一段的吧，
过一段我请个假回家看看。装呢，你看。装啥呀？僵了。哎，你把我这手机号记明白了，明白不？啊，好好好，好，好嘞啊。你媳妇催你回去呢，要不然回去看看。真的，你媳妇年轻，肯定想你。过一段就好了。哎，你给你家打听呗。我不打，我打啥呀？当初袁玲逼我出来，我现在气儿还没消呢，不打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再一个两口子没多大仇，明白不？打一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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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谁呀？我。你还想着给我打电话呀？你啥时候回来？哎，我说你不想让我在家里待着吗？怎么又想让我回去了呢？不回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年都回不去了，真的。你别气我了，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吧。我一个人在家吧，挺害怕的。你说让你妈你爸过来，他们也不来。我寻思把咱家那后院那墙吧给加高一下，你那啥呗，你请两天假，你回来帮帮我，行不？我说袁玲啊，既然你让我出来，你还害什么怕呀？我告诉你啊，那活我干不了，真的。再说我也没那个时间呢，你爱咋咋地，啊？喂，嘚瑟的你，没有你我还不过了。墙啊，我给加高一下。那谁帮你砌啊？能有谁呀？我自己呗。你自己能行啊？不行咋整啊？让王学不回来，他也不回来。五叔，你说咱村里有技术人嘛，都走了，那你说咋整啊？你就得自己干。我给你推荐个人呗。行啊，谁呀？哎，你别问谁了，保证行啊。那啥，谢谢五叔啊，你们慢走。二宝，咋的，爷们有事啊？你呀，要来好事儿的。好事儿？啥好事儿？你猜猜。啊，是不是太明要录用我？不是。不是，那啥事儿啊？这袁玲要请你呀，给他家砌墙了，真的啊，啊，这是好事儿，想不到我二旺有用武之地了啊！你小子，进屋啊，不进去了 啊，就这事啊，我去准备准备。哎，麻溜的啊，谢谢爷们。爸，跟你说件事儿啊。呵，爸，今天上午我要去一趟镇妇联，上报一下养猪的事情，中午可能回不来。你呢，照顾一下小提，你给他做点吃的，你俩吃啊。啊？巧了你。咋？你有事儿？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寻思上那个井台舅那看一眼，老长时间没去了。我跟他打好招呼了。哦，那，哎呀，要我不去了，没事。别呀，跟我舅都说好了，还是去吧。耽误你事儿了吧？那倒没关系。爸，你等一下啊。你哎，你干啥去啊？Thank you.
颜良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可是第一次啊！你看哪块不行，你就吱声，行吗？哎呀妈呀，没事儿，你呀就大胆的干吧，啊！要去警察他舅家啊，这个好像还行啊，这个行啊，对，老人喝这个挺好，我看也行，来吧，来，多少钱？一共是185。给，主任，那个养猪的事定下来了吗？我也想养几头，没定下来呢。再说了，就是定下来了，你能养吗？你这家里还有地呢。另外一个，这门市不是还得你照应吗？忙得过来吗？苦惯了我。小春，喝水的时候得找个人了。哪那么容易说找就找呢？哎，这有啥不容易的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婆婆走的时候把这事儿可交给我了。我还正想给你介绍一个呢，谁呀？二王怎么样？可拉倒吧，人还小伙呢，可不敢跟人瞎扯。我这结过婚的人可是……哎呀，你看你，你打扮起来不比他老，真的。你笑啥呀？行了，大主任，赶快，帮忙忙啥去啊？哎，这事儿你当回事儿啊，我先走了。慢走啊。岁数了，你跑什么呀你？那袁凌要造反了，他要造反了。造什么反？不存在的事儿啊！哎呀，啥不存在呀？他把那二旺整家里干活去了。干活就干活呗。哎呀，那哪是光干活呀？你瞅那俩人啊，那又整那个啥玩意儿？哎呀妈呀，我都没法跟你学了，磕碜死了都呀，磕碜死了。怎么瞧这袁凌他不存在这事儿啊？啥不存在呀？啊，是你看见了还是我看见？那我可是亲眼看见的呀！啊，那能有假呀？没你说那严重吧？你看啊，咱村呢，现在这老爷们都进城打工去了，会砌墙的也没有了，都走了，那不找二旺找谁呀？你说，那不大虎？切，我不给你。你干啥去？管不着。这家伙，我看你是真正造反了你。爸，别吵了，挺周正的。你不是要去我舅家吗？我买了点东西，你给他带过去啊。不是那个是我吧，他你舅都是自己家人，他怎么我不拿了。哎呀，你说啥呢爸，去我舅家咋能不拿东西呢？可你说我就笑话我，快拿着赶紧走吧，别误事啊，路上当心点，我去做饭了。
啥去？上哪儿去？东西给谁送去啊？小李头，上哪儿去啊？这是？我也不知道我上哪儿。啥？老李头，看这是几？你晃的话是二，不晃是一。你这还不糊涂啊？谁说我糊涂？那你不糊涂，你这手里拿这么多东西，上哪儿还不到啊？真不知道上哪儿，爱上哪儿上哪儿。老李头，这怪不怪？来了，啊！哎，你这陪我出去转，你咋拿这么多东西啊？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我本想出去陪你转转，可突然间发生了变化，我一个亲戚不好，我得马上去看看他去。哎呀，那是大事啊，那你快去吧。真不好意思呢。哎呀，那有啥呀？哪天咱再出去转呗。我跟你说呀。我这个人呢，其实最恨那个不守信用的人，但你今儿头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！原谅我，原谅你，原谅你，原谅我啊！那你快去吧。那我去啊！你快去吧，别着急。哎，哎，婶儿，哎，香顺啊，我打个电话。哎，哎。你俩先干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景头啊，啊，我是大婶儿，你让学部接个电话。啊，找学部啊，你等会儿啊。哎，学部，学部，啊，来来，电话。这电话咋这么多呢？天哪！谁呀？你妈，快点。喂，哎妈，学部啊，哎，那个乡村啊，我跟学部说几句私房话，你能不能站你远点儿？哎啊，哎呀，你抓紧回来一趟吧，啊，有啥事儿啊？哎呀妈，说不明白呀，你就抓紧回来一趟吧，明白不？行吧，好了。咋了？出事儿了？我得找平太明请假去。你说有意思没？我妈突然打电话让我给她买新衣服，那以前我给她买她都不要，咋回事儿啊？杨梅，是不是有啥情况了？能有啥情况啊？太明，太明，杨梅也在啊。我想回家一趟。怎么了？有啥急事啊？我妈刚才给我打电话，我估计是有急事儿。你要有什么急事啊？我这就不拦你了，赶紧回吧。那行，那谢谢你啊，我回去看看，没啥事我就回来啊。哎，学步，你等一下呗，我给我妈买的衣服你给捎过去呗。行，那咱走。哎，那我先走了，太明。走了，太明啊。哎，轻点声，轻点声。美莲，嗯，你老婆婆搁那看咱俩干活呢。是吗？嗯。没事儿，别管她。没事啊。
那啥，二旺啊，你要累了吧，你就歇一会儿啊；你要渴了吧，你就跟我说一声啊，我呢就给你倒杯水啊。别这么大，这花花喊什么？震耳朵疼。婶儿，哎呀妈呀，你这干啥呀？吓我一大跳。没干啥，我在这卖单呢。好，卖单啊。袁玲，哎呀，莲花，你俩干啥呢？那不那啥呢？我家那后院，我那个墙，我想架高点儿，我寻思让二旺帮我忙呢。你让二旺帮你砌墙，他行吗？他咋的？你啥意思？哎呦哈，你还能砌墙呢？真看不出来。哎，别说哈，我家司库没在家，我家那院墙也应该架高一点啊，安全呢，是不是？就是嘛，行，那这样呗。你帮袁玲砌完墙以后，上我家去，帮我砌下墙，行不？行啊，我免费。真的？没问题。说定了啊。那你俩唠着啊，我去过过您。到时候不带反悔的啊。哎，袁玲，你别往那边看啊，你老婆婆在那边偷着看着你呢，小心点。看就看着呗，你不知道我呀，我就要气气她。行了，那么大岁数，差不多就行了啊。我忙去了啊，去吧。媳妇啊，回来了 啊！回来了，花婶。哎，这是杨梅，让我给您带东西。哎呀妈呀，那太谢谢你了 啊！那个城里的玩意儿都挺好的啊。挺好的。那个花婶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啊。呀，儿子呀，回来了吗？呀，你可回来了。啥呀？人两个人在屋里吃饭呢，还喝上酒了。就这媳妇儿得好好管管呀，你再不管她就上天了，她呀。和谁呀？你媳妇儿和二旺啊？喝多了怕啥呀？那得多吃多喝，那干活更有力气。啥玩意儿多吃多喝？不行，我喝多了该睡觉了，又不起来。要是你怎么干巴了不行。哎呀，这不，你这一睡是。哎，你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哦，刚回来。谁不回来了？来来，一起吃口来。你看，我跟你说话，你看你啥意思啊？没啥意思啊。你挺辛苦啊，啊？啊，我不辛苦，但挺有意义。哦，还挺有意义。那啥，人家来帮咱干活来了。待着。月亮，我还走吧。哎，你别走啊，这墙还没砌完呢，你讲话呢，这饭还没吃完呢。学步这意思是不欢迎我。你说我给你家干活，我不要钱，我图啥呀？我就吃口饭都吃不匀的，我还啥呀这是？哎，二旺，站！你叫谁站住？你让我站我就站呐，那我多没面子我呀。哎，二旺，嘚瑟。谁让你找的砌墙的？让你回来，你不是不回来吗？我不回来，你就找他砌啊。我找他咋的？我告诉你袁玲啊，以后我不在家，你少跟他接触。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。没干什么坏事也不行。
山村，给我拿两瓶啤酒。来了，马上啊。这墙修的，大嫂不方便来，要不我自个儿过去就拿了。那你拆下来点吧。关键这墙不也有你一份吗？不经你同意，那我就拆。多少说话不好。有啥不好？别说那么严重，拆吧。同意了。同意啊。那我拆了。拆吧。算了，还是别拆了。咋又不拆了？不大好，随你啊。哎，对了，袁玲家那活干完了吗？没有，不干了。咋不干了呢？完全不回来了。这家跟我俩鼻子不是鼻，脸不是脸的，就像我该他钱似的。跟你说，我二娃是有志向的人是吧？我能干那栽楞的事儿，太小瞧我了。还小瞧你？你说你挺大个人，成天在人面前晃来晃去的，人学步又不在家，难怪人有想法。啥想法？我不没那想法吗？行，算了，他不用拉倒，还有人用我呢。谁还用你啊？陈莲花啊，都排上了。你还挺火呢。那是。香春儿，哎，买块香皂。哎，来了。嗯，赶紧去吧。明华，哎，买新衣服了，好看不？我再看看啊。到底好看不？这衣服是不错，可穿在你身上。我觉着他不好看呢，是吗？嗯，不好看呢，不好看，别看呢，谁稀得让你看了？你来呀，你来不是请我看的吗？哎，好，算我走错门了，行不行？去，哎，明华，明华，你等等。明华，你是不是水漂脱伤的？有事没事的就把我往河边里，你不到河边是不是不会说话啊？你才水漂脱伤，我又没让你跟呢。哎，你跟我干啥呀？跟好看的去。谁好看？哼，谁好看你自己知道。啊，你是说秀玉他妈老鲁啊？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自己都承认了吧？我承认啥呀？你净瞎说！明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说他衣服好看，又没说他人。明华，我寻思，是不是咱俩的事儿也该商量商量了？咱俩有啥事儿吗？没有吗？我咋不知道呢？明华，这么多年，那你心里边一点也没我？我说平武，说这话时候可得小心点儿。
听我，我怎么感觉山坡上有个人在看咱俩呢？你是有人，我去看看。这是谁呀？那像个鸵鸟似的，不，骨头不固定。你出来吧，你。哎呀，老李头，老李头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这……哎呀妈呀，原来是你呀，老李头，你干啥呢？你这咋回事啊？我能不能不说呀？你必须得说。警察呀，我也没犯法，干啥必须得说呢？你拎着那个酒、营养品，这满山的转，这山上需要这玩意儿啊？你说，你必须得说。老李头，你得说，你要不说，给你送派出所了啊！真的假的？别忘了，我还当过几天治保主任呢。那我说，那个我吧，我有个要求。啥要求？这事儿别让张熙凤知道。哎呀，我说老李头啊，人家熙凤是咱村的一把手，你要真做那危害咱村的事儿，那我作为一个退休老干部，我能不跟熙凤说呀？真是，那我可得说。那打死我也不说。明华，先让他说，我们保证不跟张新凤说，行吗？保证不跟他说，你放心吧。保证啊。啊。那我说吧。嗯。那个张新凤吧，上镇里办事儿去，让我在家帮做饭，我根本就不会做饭，那天差点把那锅给整爆炸了。没办法，我就跟他撒了谎。我说那个上井台去救那去，没想到他给买这些东西，你说我咋办呢？那你咋不去呢？他就在南方做买卖，我拎这点东西上南方去啊。哎呀，我说老李头，老李头啊，你可真是的，你鬼都一辈子，完你净做那糊涂事儿。你说那饭有啥难做的啊？哎，我说你是不是要给人西凤出啥难题啊？你这话说呢？我支持还支持不过来呢。我说句实话，我确实真不会做饭了。哎，那这么地吧，赶明儿呢，你要有功夫吧，你上我家去，我教你做饭。你看我这么大人，上你家去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？嗯，是有点不太合适。哎，我说平武啊，啥意思啊？我没啥意思。我意思是说，那个，你那饭还没有我做的好呢，你还教别人做饭，你真是的。吹吧你，你饭有我做的好啊？没你做的好，哎，你还吹哈？行了，老李头啊，你别听他的，你就跟我学吧。那行，别，你跟我学啊。跟我学，你跟我学。哎呀，你跟我，别吵。我到底跟你俩谁学啊？你跟我，不跟我。不，你说准了，到底我跟谁？你说又跟他又跟他的。哎，行，这么的吧，你回避一下，我跟老村长研究一下。我不回避，回避啥呀？有什么话就在这说。那咱找个地方说。行，走。你等我们俩研究研究啊。这也不是等啊，这不还是回避吗？我说平武，你啥意思啊？哎，我叫老李头做饭，那不是为了帮张熙凤工作吗？你说你想哪儿去了你呀？你这觉悟也太低了吧你呀！真是，我跟你说，这都是你平时啊不注意学习造成的，知道不？你以后得加强学习，要不然你的思想会更落后。嗯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再这样下去哈，咱俩真没有共同语言。等会儿。那不是我觉悟低，
我怕他。你要教他吧，我跟着去。你不行。来了。慢点，慢点啊！没事，放心吧，没问题。钻，来钻。我这活也行是吧？广大，快来。嗯。你看。多少说话。就那手，陈莲花也信得着他呀。咋的？就信你叫广大有技术啊？我也会。好好干，别累坏了。我跟平武商量好了，你还是跟我学啊。我吧，刚才自己考虑一下，谁也不跟谁学。咋的？哎呀，我说老李头啊，你就这么考虑的？我跟你说，你学会了吧，那也是帮张一凤工作，知道不？对，说白了，你要这样，我刚马上就告张一凤去。那你别告诉我，学呗。那行了，你别杵这儿了，赶紧吧，回家。这东西咋办呢？哎妈呀，老李头啊，你这还不简单吗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这个呢，你拿着啊，这个呢，给我，不就行了吗？你这个主意我吧哈有点不太同意。咋的？如果按照你这个主意去做，那吃亏的肯定是我。回去啊，我见机行事。爸，你咋不在我舅家住两天再回来呢？我在别人家睡不着觉。另外，警察没在家，你这边挺忙的，见了一面我就回来了。嗯，我舅身体好不？嗯，身体老棒了。等我忙完这段啊，我把我舅接过来，好好的住一段时间，你们也好聚一下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们聚完了，你别接他，不用了。我吃完了，我要去看电视去了。别看电视，写作业。那啥，袁玲。我寻思把我妈我爸接来住呢，接了干啥呀？陪你作伴呗。我也不是没跟他们说，那不来呀？要来我还能张罗着去抢啊？那没事儿，回头我跟他们去说呀。啥玩意儿？让我们陪他去作伴，亏你讲得住，我不去。我觉着去个行，对，去吧，那互相也有个照应，是吧？就是。再说你们去，也好替我看着他点儿。看他呀？哈，对，要是我在外面干活，不也放心吗？不存在啊。啊，看他，看他行，那我去。我咋觉这事儿他就是不存在呢？咋不存在呀？存在。Thank you.